大家好，我们是雀跃蓝彩。台湾蓝雀为台湾特有种，全球仅台湾岛内山地有本物种分布。近来因猎人大量的捕捉，加上山坡地的过度开发以及农药的滥用，台湾蓝雀的数量大幅减少，甚至已经在部分地区绝迹。我们以台湾蓝雀结合手工打造的茶器，希望借由我们小小的力量，能够唤醒大家对蓝雀的重视。正因为是台湾原生物种，所以更想保留它的美，让更多人亲眼目睹我们台湾蓝雀是多么的美丽动人。台湾蓝雀的互助精神与强悍的生命力，就像台湾人的性格。而宝蓝色社区带着长尾巴，飞行时飘逸动人，即是雀跃蓝彩代表的意义。